还剩几分钟？时间还剩几分钟？还是 OK OK。晚上抢毛巾，咱们谁上？我知道，马上要开始了吧？我那时候我觉得盘根他已经早就选了很多蛮厉害的，我自己还选的我觉得还不够，某些人我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。我觉得当下如果那么快要去直接叫我们去 battle 的话，我自己会担心。你。大家好，我是五加五高博。全中国应该都觉得高博来很吃惊了吧？高博来也是吓到我。博哥，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过。中国要写一本街舞历史书的话，第一页肯定会有博哥这一个人。KOD 创始人，五虎上将。KOD 就是高博一手办起来的，他算是中国领军的街舞推广者之一。我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组织KOD 这个比赛，好久好久没有以一个参赛者的身份去参与一个比赛。如果吴建豪老师可以选我的话，我认为我可以协助他把整个团队组建起来，然后让这个团队拿到冠军。高博，你为什么会选我？因为我欣赏你对舞蹈的态度，我欣赏你对潮流的见解。Drop the beat. 跳舞，高博东西很全面，让我们想起来了他最早成立 QOD 的时候。给他！我给他，那你们怎么办啊？你不要毛巾了是吧？不要，我要。不要，我不要了，把我的给他。你觉得，如果你来我这边的话，可以给我什么优势？我们这次来，这就是街舞第二季的几百名选手，有很多人都会说，选我选我，我可以帮你拿冠军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全场有这个资格的人不超过三个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我喜欢你编的东西。恭喜，加油！他有一些动作，他编的东西我很喜欢。最主要就是，我相信在于他可以帮我考量很多，也许我不太熟悉的这些舞者的背景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每个队长都需要一个军师。各位队长请注意，勇闯天涯 Super X 街头毛巾争霸战现在开启。勇闯天涯 Super X 生而无畏。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《勇闯天涯》Super X Go Time Go Battle。本节目由韩后三秒精华颜值赞助播出，一二三，三秒吸收，更适合年轻族。
本节目官方服装由天生特步服等你来叫板的特步赞助播出。请全体注意，勇闯天涯 Super X 街头争霸战现在开启。哎呀呀呀呀！别记仇，别记仇，千万不要记仇，我们还可以抢个毛巾回来。刚才敢拿我的毛巾？没，你已经答应了吗？公平竞争是吧？对，我觉得那个，尤其是吴建豪那边，比我们多出俩毛巾，我去抢好不好？你比我多两条毛巾，要不要赠送一条？送你一条。出来 battle！ 你要这样，哎，如果我觉得好的，我给拉到这儿给你 battle 怎么样？你觉得好的拉过来这边给我 battle。对啊。不可以，我们还有80多口的人呢。battle 你两个人行不行？你一个人 battle 我两个人。对，完了你给条毛巾，如果他给条毛巾。哦，这么大就直接来啊？直接来啊？怎么样？都是坑，别掉。I like you， 就喜欢你这样。给我两个要 battle 的人，一个字，干。干，我就干了，韩根，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吧 ，one， 对，对，抢了一条毛巾，我战士，你刚才拿走我一条，我现在两条都要拿回来，不一定啊、哦，真的不一定，不一定也要得一定啊。是吗？我觉得海选嘛、咱们目的是什么？找到好的一个选手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呢，咱们这样吧，怎样？你又想怎样？你现在又想怎样？要我们一起选？一起选？对，这毛巾咱们是公共一起选，怎么样？哦，不要，我觉得。我这边还有很多屋子，我需要先负责任一下。对，我们要打穿一个战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后面真的太艰难。Yeah， 我们要打穿一个战线。我很真诚的。好了。有请著名赛事主持人廖博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那首先进行是我们的 two on two 的 routine， 每位队长在各自赛道已经晋级的选手中选出两位，进行三轮的 two on two routine， 同时队长至少参与其中一轮 routine， 这是我们上半场的规则。好的，那么三位评委已经就位了，那么两位队长请从你们晋级的选手当中选出两位，进行我们今天的 two on two 的 routine。你先选。从刚才的海选来看，我建议你要选其中那个刚才那个女生叫 Abby， 去找一个和她熟的，他们 Urban Dance 会激动得很快，而且好险有高博，他过来，然后他算蛮了解在场的所有的舞者，然后就跟我提了一些建议。Abby， 有没有和你熟的搭档？没有和你熟的搭档。一会儿要听音乐不一定是 locking 啊，或者是等等，因为我觉得有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你们两个 popping 吗？不知道啊。走开吧你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帮你出点主意啊。给你们点提示啊。Locking， 我们还没有选好是吧？哎，你自己看嘛。哎呀，好难。倒计时最后30秒。谁最一起可以合起来跳的？你们两个可以吗 ？I can do with you together if you want to. Yeah. OK。想想啊，你跟纯阳打工 OK 吗？试一下哈，重阳和丁丁，好吧。因为平常音乐也可以有几分钟的一些编排，那这样的话会对编舞 urban 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。